现在买票咯，阿姨跟婷婷在买票，走咯。好多人吗？开心吗？什么事？对啊，这是儿童新乐园。啊，我们要去那边坐小火车，还有摩天轮。嗯，走，我们要去坐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欧比特。嗯，你给阿姨看你的好宝宝印章，另外一只手。谢谢，走去坐电梯咯。嗯，啊，你要按呐、啊。哎，可以拿到上面来，娃娃车。欧品康，我们坐在欧品康车车。妈妈坐这个会害怕吗？超害怕！阿婷会害怕吗？阿婷有怕怕吗？我们在摩天轮上面。对，这是平面移动的摩天轮。我们坐的是欧品康，它叫欧比特拉。出发，阿姨出发。其实每一样要20块，算不贵。对啊。然后入门票好像是30。就是说，你可能玩个5、6样，才花1-2百块。那、你去游乐园5、9，你可能玩不了几场。对。走喽。出发了，阿婷看外面。我们的欧品特之旅结束。准备下车到站咯。你儿子流汗呢、欸、很热啊，我还穿发热衣。等一下去丢在那个车子。好啊，我们要到咯。阿婷下车好不好？要下车了吗？我们今天来到儿童新乐园，对不对？跟玉珍阿姨还有晨晨还有大福叔叔一起来的，但是他们去玩刺激的，我们来玩这个更刺激的，下车，走了。嗯，我们刚刚坐了上面的小火车，对不对？好玩吗？你今天来到儿童新乐园，我们有盖好宝宝印章，给妈妈看一下你的好宝宝印章。所以阿婷婷进来是不用门票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妈妈就跟阿婷婷一起就不用门票了。我们今天要挑战几个设施？宝宝，我们今天要挑战几个设施？一个设施？玩十次？火车玩十次？
棒啊，这里就是讲完才付费的，而且很便宜啊，一箱20块，门票30块，门票刷悠游卡30块，做设施每一项是20，除了摩天轮是30，而且今天天气很好，你看摩天轮超美的。然后我们刚刚坐的碰碰车，听听碰碰车好玩吗？好不好玩？你等一下再去玩一次碰碰车吗？要不要？已读不回吗？你等一下要不要再玩一次碰碰车？要不要？想不想再开一次车车？依然已读不回。你刚刚有开碰碰车吗？我们跟人家一直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们后来开到外面去就没有跟人家撞在一起。哇，火车来了，阿婷。阿婷，火车。火车在你后面。上面。后面看上面。阿婷，看上面。火车就跟捷运一样啊。大怕怕。捷运呢？捷运呢？捷运来的啊！要走了，要走了。什么都不敢玩，就是四海游龙套餐，有锅贴、玉米浓汤，还有毛豆跟豆浆，是儿童新乐园的四海游龙套餐。中场休息时间，中场吃饱撑着，你看大家都撑着。小屁孩在玩平板，三个大屁孩在滑手机。我们要准备下午场。晨晨，你等下去做什么？拜拜。我刚刚被黄佑成的爸爸拒绝吃香蕉跟吃橘子，我现在很难过。两个小屁孩，对，这是陈阿嬷寄来的橘子跟香蕉。我们现在放饭完之后是水果时间，好吃。有人说他要吃两根的哦，啊就是我双蕉侠，你是双蕉侠，人家是双枪侠，你是双蕉侠。这是今天做的第三个设施，摩天轮。我们要准备上车喽。我们多一车吗？好啊，都可以，来得及的话。万一有人落单，就自己坐喽。你可以吗？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难的嘞，我刚经过。有很多小朋友在玩沙，那边比较少，没有人可以站着的呢。为什么你可以？怎样？会夹手对不对？可以摸吗？开车啊，开那个什么？可以摸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你有那个吗？你有那个？这个会夹到哦。高那个你有？他有三高，巨高、怕高、很怕高。我有三高，你咧？你有三高吗？脚都圆圆的，没有，没有吗？脚都圆圆暖暖的，没有。你会怕吗？这样子？哎、欸，我们已经过了最高点，已经下来了，过了最高点。Hello， 小熊哎、欸，小熊在徘徊。你们都会让我遇到这门，避免发生危险。